们听的是什么声音啊？我感觉我上次拉琴的声音都还挺温和的，今天我听我自己的耳返的声音特别刺耳，就我现在太阳穴已经要炸了。刺耳，我去上一次拉琴还觉得挺那个的，还觉得听起来挺温和的，我今天听起来很刺。我那边你们一直听的都很刺耳吗？我坐着吧，不好拉。看一下啊。房间啊，
少了，对不起。ごめんなさい。
血钻是什么东西？我生气了，不哄哄我就不播下去，我就卡在这，让你们只能欣赏我的绝世容颜。谢谢花舞乱月的飞机，怎么 nice 啊？过分呐！
我感觉我上次拉琴的声音都还挺温和的，今天我听我自己的耳返的声音特别刺耳，就我现在太阳穴已经要炸了。是给你50块钱的奖励呀，对吧？怎么搞费？不要说的这么直接。Follow my lead。然后大家投稿，就是想让我念出来的话，就发邮件，在我的 QQ 邮箱。市长信箱，答错了，市长信箱。肯定，哎，你们给我写，你们会不会写情书啊？你们连情书都不会写啊？就算你们现在没有心力去追女孩子，几十年前的套路你们现在都没掌握吗？也太落后了吧，你们那里情书都不会写吗？还就会我爱你三个字吗？我小学的时候就收到很多情书了，特肉麻。我小学的时候收到的情书就已经很肉麻了。小纸条也算清楚啊，我会经常收到小纸条，虽然小时候的时候我有点胖，但是我可爱啊，我以我丰富的人格魅力征服了我们全班男生，还有隔壁班的、隔壁学校的、隔壁市的、隔壁省，我的笑容就跟生化啊，不倒没有吧，科科的笑容就跟生化武器一样呀。废土来了，废土今天穿衣服来了。废土，我们昨天一直在说你呢。真的，我以前就经常收到小纸条，就说那个时候还叫佩佩嘛，就会写我最可爱的佩佩。说了吧，人家说的是嘿，然后就说就是你是我见过最可爱的女孩。你笑起来像花一样，我想跟你结婚，给你一个完整的家。我小学就有收到这种了，还被我妈发现，尴尬。我觉得这种事情最尴尬的就是女孩子那种女孩子什么情书啊这些被发现，然后男孩子看片啊这些被妈妈发现，女孩子的情书被爸爸发现。哎呀，你们可拉倒吧，你们要是在我的班的话，你们也会给我写情书的。谢谢史路胜的游侠。然后刚刚因为我是提前在群里说的，所以可能已经有人发了，我去看一下，我先上 QQ。放你的屁，小时候眼神不好，你滚。之前我们有分享一期主题故事，就是你遇到过最狗血的事情，然后那一期基本上我收到的全是黄文，双飞啦、三 P 啦、外国人啦、后花园啦，
还有跟前男友、前女友、现任女友啦，闺蜜啦，户外啦，就感觉逛了一晚上潮流。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初恋，总不能都是小黄文吧。我就不相信这个主题你们也能开上车。这次我们说的是初恋哦。却正的信箱看一眼，你可以坐过来一点，我们要开始读邮件了。你咋把两个鼻子都塞上了？你流鼻血啊？你怎么啦？难受啊？没有。左面凡客发了一封邮件给我，我看一眼。不用耳机。你改天去在网上买一个那个可以插两个耳机的那个孔。那个转换器发过，我去买了。说的什么？左面房客，你是傻逼吧？为了让我玩炉石，这么不顾一切吗？就广告打到我邮箱来了，我不玩，什么垃圾不玩。炉石粉还没有死绝吗？还抱有期望，真的是。妈的，打折的广告就想诱惑我回去玩。垃圾。导演你好，我是一个落榜的考研党。在大二的时候，我们学院有一个长相不错的学生会副主席。或者是我吧，然后他男的哦，他女友是大三的学姐倒追的他，并且外人看他们两个一直很恩爱，但是在上大二两个人的故事就有了转折。学姐通过微信发现他出轨，就顺藤摸瓜找到女生，结果发现两个人聊骚的微信不是他常用的微信，小号，就是这个男生有小号而已。学姐以为他只出轨了一个，就选择了原谅他。但是在第二个学期，他又发现了新的发现，副部长又继续开始聊骚，学姐又顺藤摸瓜。但是这次，你学姐是养摸瓜的吧？卖瓜的吧，你姐？但是这次学姐摸到了一片瓜田，副部长居然有十几个微信号。每个微信号里都有一个女友，我们听到这件事情以后真的是三观都崩塌了。虽然说我们现在学院女多男少，但是这种多吃多占还有倒贴的行为真是让我们不知道说什么好。这件事情以后，学姐跟她分开了几个月，然后学姐还是选择了原谅，可能这就是爱情吧。 No， 这种事情怎么说？你男朋友出轨了你会原谅吗？出轨十几个，你可以陪他养一片瓜，当一个瓜农。我不是农民，这种事情。那你也可以当一个瓜皮。瓜皮很强啊。这个部长那么讨女孩子喜欢，
不知道，应该是，我觉得可能，家境挺好的吧。这其实很多的这种男生有特长，特长可能特长吧。但是学姐啊，你要相信啊，可能不止你一个人原谅了他们，他的瓜田们一起原谅了他，一起原谅了他。你不是一个人绿，都绿了，并且。这不是爱情吧？你今天怎么这么那个？哎，之前哈、啊，我就说一件事情啊，不暗指谁哈、啊，就是有一个男生打游戏打着打着，突然就生气了，把自己的女朋友打了一顿。谁？就没谁。然后大家就很生气，就为这个女生讨回公道，就说你凭什么打女人？然后这个女生说打我怎么啦？我已经原谅他了。有这种人？嗯。你确定？嗯。那这个你要我怎么说？感情里面很多事情都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不是什么，这可能是被什么某个特长冲昏了头脑吧。就是你能说分手就分手吗？就比如说他真的是出轨也好，打家暴也好，各种就是。让你无法忍受到你的底线，你真的能说分手就分手吗？就说分开就分开吗？我是说分开就分开。你好狠心哦！我不会，我会原谅你。我不会原谅你。所以你们再打我，再骂我，我都会原谅你们，只要你们，是吧？愁情绪绪。但是其实很多人在感情里面都是挺懦弱的，就是都知道这个事情是完全不可原谅的，但是都还是会选择原谅他。那是在爱情里面。其实还有很多事情，还有很多时候这种事情是还因为不甘，不甘心占。不甘心。嗯。还有就是比如说我这么优秀，你怎么会去选择那种女的？我有一种心态。什么心态？你知道吗？就是我这个男生如果是出轨了或者对我不好了，我一定会把他讨回来追回来，好好的和他在一起，然后再把他甩了。我会有这种报复心理，就是我觉得不甘心，凭什么，凭什么呢？不，我就爱你，我就要和你在一起，得到了以后就哼，我他妈原来是傻逼吧，拜拜。就这种，就是你的意思就是你男朋友出轨了，你就要把他哄回来然后再出轨。我不出轨，我就把他甩了。他吃屎我要跟着吃屎吗？他自己吃啊。其实男生出轨吧，不是因为你多差或者是你不好，只是他还没去拱过别的母猪吧。你说拱过别的母猪的意思是不不，他只是没拱过母猪。可能你是天蝎，那个是母猪。你说话有没有点智商？懂不懂？只是他说他去拱别的母猪。不是你优不优秀的问题，就是他可能那个女的又比你丑，又比你差，但是他就是想新鲜感吧，可能。啊，这样子，你说话逻辑不是特别通顺。那我就问你，女生出轨了怎么办？女生出轨？嗯。哎，就等一下。为什么是去拱母猪？难道不是母猪拱白菜吗？不是，你找的是坑白菜。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不懂。哎，是去拱别的母猪？你说拱别的白菜也就算了。拱白菜啊、哦？好吧，拱白菜。我只是想……哎，你是不是很自卑啊？没有啊。怎么了？我说的是这样，我问你个问题哈。你就回答我的问题就好了。如果你男朋友出轨了，找了一个女生都比你优秀，各方面比你有钱，比你长得好看，比你有能力，比你社交能力好，比你有情商，那他为什么看上我男朋友？瞎了。你也知道你男朋友应该不是什么好货色吧？不能抛弃我的男朋友就不是什么好货色。但是他抛弃你就能跟他在一起，他就继续说。那万一那个女生在感情方面也不顾一切呢？那她去啊，那不是我的呀，那就不是我的呀，我还能找到更好的呀。
他能找到更好的，我肯定会找到更好的呀，什么意思你？对啊，他不一定吧？你去死吧！还有我想问一个问题，这种十几个微信号是怎么做到都记得密码的？就是记得账号密码的。我以前我有一段时间在微信就是跟大家销售写真集，就是我有五个微信号吧，然后管得特别严嘛，一个手机只能登一个微信，如果你重复登录的话经常就会被封掉这种，然后一封掉就让我改密码，改了密码就是说旧密码不能用，要新的密码。对，我一般设密码都是用来防我自己的，我一改密码这密码用过了要换新的，我说哦那换一个新的，这是你前年的密码不能用，换一个新的，说好行，这个密码使用过了不能用，全部都是这样，找回密码找不到。等一下啊，你刚刚那样说，而且我觉得不需要，我绿了，不需要加这么多微信吧。我一个微信就可以演示很多个人。没有。导演你好，我没有那种长时间的相处关系，不过也有喜欢的经历想要跟大家分享。我第一个表白成功的女生大概是初中，那时候是毕业季，我从初二开始喜欢她挺久了。毕业的时候表了白，虽然答应了，但说要等到大学还喜欢再在一起。时间很快，现在大学了，她前段时间联系我了，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做？心里是有些愧疚的，也不想就这么继续，因为已经很久不联系了，我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样的情况，再去说感觉已经说不清了。开玩笑的说一句，我该如何和他解释我已经无法自拔的爱上了导演。这个是我觉得这没什么，娃娃亲吗？不，这个不愧疚啊，这你有什么好愧疚的？疚你是初二的时候对他做了什么事情啊？又没做什么。实名制说一下，这是中的。过分了，你又不是初二让她怀孕了。不是怀孕的问题，我觉得感情吧，我觉得她写这么多就是拿来舔我的，可能就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女孩子。你想太多了，人家是想分享一下心情，借着开玩笑的语气。可能前面都是编导，然后就最后一句就是想说她已经爱上我，然后借机跟我表白，想看一下我的反应。然后在美国就才决定以后自己的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回不回国，然后房子写不写我的名字，大概是这样子的想法。你是自卑过度变自负了吧？快，人家房子是可以写我的名字，我就可以这么说吧。人可以不来，对，手续办完就行了。但是不行啊，嫁给中说不定还有绿卡呢。他自己都没有吧？他有没有？先确定他有没有，你再说吧。对对，你先说一下你有没有绿卡，我再跟你分析一下你跟这个女孩子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走的去讲解啊。而且你对女孩子没有必要什么都说实话，是吧？你爱上我的这种事情，你何必去跟每一个女孩子去说呢？你这样子让别人怎么接受？有我这么优秀的人的存在，然后你就直接跟他说你已经定居美国了，你已经结婚了，孩子都多大了，发一张睡猫的照片过去，孩子都40多岁了，就算了吧，这辈子是没有缘分了，下辈子吧。那为什么都要想着用真话去回答呢？人不要活得太耿直。也可以用真话回答。你也可以说我在美国和我女朋友过得很好。对，你最近好吗？就是嘘寒问暖的味道。我女朋友就是每天生活作息啊，没有，她在美国，跟我跟中的生活作息是一样的吧。对啊，她说我女朋友和我作息一样，你能和我一样吗？先和我一样了再说吧。我女朋友在国内为了我
每天晚上起早上睡，你做得到吗？做不到就别和我说了。我女朋友很爱我。哎呀，睡猫，你这成人之美拿来当个借口怎么了？今天笑笑还放话说他今天要写邮件给我，一定要拿到稿费。笑笑，我没看见。哟，看到了。哦，这看见。哎呀，看笑笑的。实名制邮件。我喜欢看笑笑的。我20岁，还在上大学。我男朋友。笑笑有男朋友。笑笑，你有男朋友？中。我不想念了。我八卦一下啊。就是，哎，听说中有一点，哦，没有，哦，不可能，你是看我手机了是吧？对啊，停，我男朋友比我大4岁，我家里挺有钱的。你倒是送啊。他跟我在一起之后，我就各种给他买买买，然后前几天在网上发现他在聊骚，用我的钱给你那个女的，我用我的钱给他那个女的吧，买 YSL 的包包10000多，我以为是他买什么，就没有多问。后来我趁他洗澡翻他手机，看到那个女的给他说，亲爱的，包包我收到了，爱你。我当时就火冒三丈，就去问他，他就给我打了一巴掌，我还回去了。然后我就收拾东西准备出去，第二天看到他发微信要跟我分手，我当时觉得特别恶心，问他要我给他买的东西的钱，他就回了句不要脸，就把我拉黑了。我现在应该怎么办？钱应不应该要？夏夏，把你的地址给我寄过来，我去。好气啊，我好气啊，这个我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我的天，我的前男友就是这样。我懂，我的前男友就是这样的。笑笑，我们俩去帮你打他，帮你要钱。这种地就是当时是就是买衣服花的所有的吃的用的生活上的自己出去娱乐的都要用我的。然后我有一天就在网上看到他在玩那个网游，你知道吗？因为我不玩嘛，我没空玩。然后我就看到他跟别人结那种叫什么姻缘，哦，我忘记叫什么了哈，就是那个剑网3里面的那种，也没有真正的就是结婚的机制，但是就是有一个情缘，好像是这样讲的。然后就在那个游戏里结婚了，大概是这个样子吧。是我那段时间不玩网游，然后我就有看到他在那个 QQ 里面看到他发的照片，那个女孩子的照片，然后我男朋友就夸她，说什么你好性感，这种，但也没有什么特别暧昧的话，他就跟我说是，是在一起做任务，你不懂这个游戏，我们只是做任务，我们没说什么，就夸了他两句，我跟他又没有什么暧昧的消息，然后他就发脾气。然后前男友就发了很大一通火，就跟我说你居然怀疑我，然后他就死了，大概跟这个是差不多的吧。我就是其实哈，我是不太喜欢在分手之后闹得特别难看的，就分了就分了，如果这个钱真的不是对你来说真的是很着急要的话，
我就会选择就是喂狗了，真的是。人家火葬场也不是白开的，就如果是我哈，真的我是我自己的做法比较，我特别想我基本上处理事情的方法都是能尽量简单就简单，我能尽快的跟你摆脱所有的关系就是尽快，包括金钱上的，就钱我也不要了，恶心你也不用还我了，你们就是拿去用吧，就我不会去要。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想，你会去要回来吗？如果就觉得就是要回来是出气，或者是真的想去要这个钱的话，你是真的想去需要这个钱的话，那你可以去要。如果你不需要的话，我就觉得你不要再跟他纠缠了，一句话都不要再讲。我觉得就断了就断了，我什么都不要联系了，看见这个人也装不认识，哎，就算了，就怎么死的我也不知道，突然就死了，哎，英年早逝。我的这，哎，我的前男友啊，从初恋到现在，其实我都差不多有介绍过。我的初恋就是很懵懂的时候，乡下的一个，不是乡下，反正就是一个挺高的，1.8米。我18岁遇到他，你知道是谁吗？马晨，就是。骗了我的钱，把我身上的钱全部骗了，我都没钱回家。然后我回到家才一个星期，就发现他跟别人在一起了。然后他跟我说，我说你怎么会就跟别人在一起了呢？他说玩玩啊，不都是这样的吗？他说你不会告诉我我是你的初恋吧？他就是原话就是这样，我记得可清楚了，在网吧里他说你不会跟我说我是你初恋吧，然后我就看到这个，看到这句话我就说不是，然后我就拉黑了。就骗得特别惨，就是我的初恋就是完全没有感情的，就是我单方面的以为那个是初恋而已。这就是我的初恋，我初恋从来没有喜欢过我，我甚至忘记了我初恋长什么样子，我跟我初恋相见都不超过5次，算初恋吗？你们说是第一个谈恋爱的人是初恋，还是第一个喜欢的人是初恋啊？算第一个喜欢的吧。那我知道你第一个喜欢的人是谁。没有，我没有已经确定关系了，但是是他耍我，你知道吗？不是，是我后面才知道他不喜欢我了，但是我们已经确定男女关系了。哪个女的没骗过，被骗过钱啊？说出你的故事。哇，好多邮件，感觉。哇！这不读是不是扎心呐？读吧。抄的吧？我不知道，这个必须给稿费。这，谁？这2015年。没有，我看到一篇，我看到一篇特别长的文章，我就觉得写的那么长，然后这个，对，必须读。然后它结尾有一个这个，就是百度找的，什么东西？啥意思吗？好气！下一封。刀脸。哦，我今天在群里面跟他们说起这个主题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这个反应。好好读书，会有的。我看到有人给我写情书了，实名制。有了你才知道什么是牵挂，牵挂是一种说不出的痛，但痛中有乐。牵挂是一种改不了的痴，但痴中有甜。真正的牵挂是一种苦苦的忍耐，是一种酸酸的无奈，无奈中更有一份切切的期盼。有一个人牵挂着是幸福的，在心中牵挂着一个人也是幸运的。牵挂你也许是我漫漫长久的一生，也许只是四季轮回中短暂的一季。无论长短，无论结果怎样，但此时这份挂念却是真真切切的牵系着一颗心。挂念的滋味就是这般凄美，那么真诚。人生如梦，梦中让我与你相知相遇，从此我便走进了相思的风雨中，走进了牵挂的心房。你的一言一行，你邪刻在我心中，所以你二月播不满90个小时怎么办？哎呦我的天哪！怎么办？镌刻，我百度一下这篇文章是不是百度的，我先看一下这个稿费有没有给错的。你们以为我就这样相信你们吗？啊，来过来，真正的牵挂是一种苦苦的忍耐，是一种酸酸的无奈，无奈中更有一份切切的期盼。哈、啊，你还玩贴吧啊？啊，贴吧大佬，抄的。嗯，抄百度。哇，扎心了。贴吧账号都给我挖出来了。谢谢大豆的飞机。谢谢大豆的飞机。你不在跳、啊、这他妈是你牵挂的人？这是大度刚好送飞机了，这是大度写的吗？不知道。哼，你们呐，不及格，下一封。哎呀，我怎么把这个关了？哎呀，市长信箱投稿地址，我这样顺着看上去。情书，他说标题是给菲尔的情书。我好想和你住在一起，每天早上就能看到你睡得那么香，那样我就可以亲亲你的脸，摸摸你的。来吧，我和你换，然后温柔的跟你做一个早操。你的香味，你的笑，你害羞的脸，以及你身体的触感都是我最爱的东西。
虽然我和想和你睡在一起是想摸摸你占你便宜，但是我更想在你做噩梦的时候我能在你的身边抱紧你。我分不清宠爱和占有，只想在睡前跟你缠绵，深深的吻你，睡梦中也想抱紧你，就算到了80岁我还要和你哪怕你满头白发皮肤褶皱连喘粗气都带着听起。别念了，我还是很爱你。我觉得这个是那个变态写的。我也觉得变态。你不是喜欢我的笑容吗？你这个太恶心了。我觉得这么快就变心了。一封来自马口的信箱，变态变心，这也是，这肯定不是翟总，翟总不会说出这种话，翟总不会说出这种话的，翟总都是我想操你啊，新年快乐。翟总的信我一看就知道是翟总，我对他太了解了，成熟的翟总，打回去0分，没有一分能让我感动的，有什么搞的？嗯。又是转的。我看到有两个人发了同一篇文章给我，一模一样。哎，有一个是在问科科，科科的笑怎么弄？我不会，能不能教一下？哪里来的这种操作？你的笑我模仿不来，这个发自肺腑的，我怎么？你笑一下。我现在笑不起来。哈哈哈。别我不知道你带了什么回来给我吃。哇，那么惨，640。你们，哇，你们的这个邮件啊，太皮了。亲爱的菲儿你好，我想问那个事情。我之前和一位女生聊得很好，三观都很合，之前两个人出去一起旅游还发生了关系，我和她关系都感觉可以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但是后来女生就跟我提出分手。我本身就是一个爱分手己的人，从不搞暧昧，现在大家都不联系了，可是我还是放不下她，你说我该怎么办？你没吃亏啊。你怎么第一反应是这个？人家可难过了呢。哎，就是啊，你的这个邮件里啊，就是说你们之前聊得很好，三观很合，出去旅游还发生了性关系，但是其实感觉你们的经历并没有那么丰富，但是你已经说你们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我觉得可能只是你单方面的这么认为。对，就男生出现很多错觉都很莫名其妙，比如说变态。对，还有他看我一眼，然后我就觉得他肯定喜欢我。没有，并没有。然后孩子叫什么都想好了。没有，可能是。然后我觉得只是你可能自己单方面觉得你跟他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是人家可能并没有想过。然后你可能长得，也或者你可能不应该去旅游。什么东西？如果你既然觉得你很安分守己被甩掉的话，那肯定就证明一，要么你情商不高，要么你没钱，要么你长得丑，要么你没有特长，就是旅游的问题啊。然后像这种要不然你就是被狗血了，而且女孩子以她的做法肯定是没有想跟你谈婚论嫁的想法的。不是，你要想开一点啊，他既然用身体去换来了你的这个，你还是没吃亏的，过了就算了吧。你能不能读邮件的时候就想象着是你的好朋友发给你的消息，他可难过了，比如说何其正。我就是在安慰他呀。你这哪是安慰啊，
你这个想法就是你都睡了人家了，你还想怎么样吗？这不亏。对，你这个想法就很不正确。你觉得三观还是？而且这种事情，你看这件事情，从头到尾被睡的不一定是女生啊。这是你被睡了呀，三观不一定对。这是你被睡了，你就是被别人玩弄了嘛，玩弄了你的精神和你的肉体，然后抛弃了你的躯壳，算了吧。不就是被玩了吗？拜拜水晶。我不觉得一般，我心里不会觉得只有女生会是吃亏的。我觉得这个想法已经很古板和落后了。我心里一直都是觉得男女比较平等的，虽然肯定很多时候是达不到的，但是我不会觉得单方面是女生吃亏。我也不觉得很滥交的男生是有多好，我都是以同样的眼光去对待的。有些男生就觉得自己很滥交，就交过很多女朋友就觉得自己很风流倜傥，真的会有男生这样子觉得。我跟你做过那可多女孩子了，还贼骄傲。怎么着？只能说明你脏了。对啊，男生也会觉得他脏的呀，女生也会觉得男生脏的。我们这样说，主管会不会？主管不脏。主管那岂是脏啊？主管都长草了。插管了。谢谢南知我心的办卡。杜丹好，初恋我相信有一部分都是暗恋，关注对方的一切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感觉很美好，也不会有什么结果。还是喜欢杜导，从打炉石到现在，从黑鱼到才怪，真的我就想问一下。你们炉石党能不能消停一下？为什么在我读邮件的时候，炉石党就全部都跳出来了？有你们什么事儿？搬个小板凳坐到最后一排去，不要再发言了，还呵呵笑啊，吓死我！炉石党没人权，就最后一排坐着，站着，小板凳没收。飞燕你好，我现在有两个单位可以去工作，第一个是很小很小的城市，但是企业给的待遇特别高，第二个是在杭州，但是短期内待遇会比较低，可是更符合我的能力，工作有较大的自由度和发展空间。如果是你，你选哪个？我纠结很久了。杭州啊。当然是杭州啊。对啊，面见啊。这个倒是其次啊，就是我会建议你选杭州。哎，因为首先你地方大了，发展机遇更多，会比小地方发展机遇更多。他你现在这个小地方的，但是其实这么讲哈，可能每个人都这么想，所以大家都往大城市走，所以大城市的竞争力也特别大。如果你真的相信你的能力的话，那一定是大城市好。如果你